陀佛，果东向各位拜年，祝福大家平安吉祥。2016年法鼓山能以光明远大为年度主题，希望与大家共勉，开发人人心中的光明。体验方法是念念清净遍照光明，步步踏实前程远大。念念清净有不受诱惑污染打击的意涵，从护念清净带动言语及行为的进化，就是在利人利己遍照光明。步步踏实，学习把握当下，珍惜拥有。顺境成功固然是好的收获，逆境失败也是好的体验。心态务实，脚步踏实，前程自然无限远大。祝福大家新的一年光明远大。